福林县卫生局今日进行优良糕饼业以及冰店的颁奖典礼，经由评鉴小组实地考核的结果，总共有20间店家被列为优级，两级的有4间。卫生局颁发的证书会当予消费者参考，提升食品安全卫生。我们就希望这样利用这样的分级制度，让我们的整个食品业者对于自己环境、对于自己的制作的流程、对自己的产品跟它的添加物都要有详细的一个记载。那我们透过请辅导的专业团队啊，包括我们的学者、学界里面的教授，包括食物里面的各卫生机关里面的同仁，那组成一个评核团。那么在我们辖内这样的愿意参与这样的业者的实地的去做查访的工作。那来保障我们所有民众吃的安全，给我们民众一个更有一个好的一个选择的一个场所。参与这项评鉴作业的业者也认为，这项分级的评鉴不但会当鼓励业者更加努力，也让伊学到真侪食品卫生安全的专业知识。卫生局这一次就办这个活动，让我们真的是感受到说，他是就是在有鼓励我们这样业者这样子，然后也让我们说，就是大家的努力以后有另外一个动力。那在过程当中的话呢，也很感谢说评审老师还有长官们给我们的一些指导。福利馆前代理馆长李进勇也应邀出席这项典礼，伊表示，政府唔能爱公布恶性食品，对优良的食品业者也应该提供给民众知影。什么是唔好当然爱人知，什么是好你嘛爱报人知，什么是安全的你爱让全民都了解。让民众他因为信赖政府，他可以得到一个消费的安全的保障，这是政府更加积极爱去做的事。这次是选优良店家的业者，今仔日也提供真侪可靠的产品，予出席的来宾品尝。记者游明伟采访报道。